哎，你看又急，哎呦 ，what the fuck？ 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被我抓到你了啊！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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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这样，别这样。觉得意义，交闪。哎，没打出去。620秒，学的意义，我可以学 W 一级，他点我的话，那上苍来点我。啊哈，想E我，有时候也可以灵活运用一下，也不是非一定要学 Q， 学 W 白嫖他150滴血，也很舒服的。就站在空的地方给他 A， 这样 W 能动的，这样换一下也不是很亏。总是学不会的，还要吃的，中路还是比较凶险的。狗熊他说他要抓中，骗一下他吧，假装要上。啊，直接交闪，不交闪死定了。船长呢？在塔下炫橘子啊！你家上灯跑来抓中路了，有没有人管一下？格温呢？格温在刷野，没有空啊。哎呦！真是满头大汗呀，还是个稳健角色，直接回家了。我补完没有30刀呀，26，漏了，但是这样看漏的也不算太多哈。这是纯纯的没办法，他从这边过来把我越了吗？这是我们家呀。狗熊把我们也去当他家了。这是扭巴，不要。还行吧，大招至少支援了一下。船长是这样的，他前期作战能力不强啊。你确定他们是双排的吗？可是这不是大师的吗？这个双没双排没什么关系啊，这不是你的塔下炫橘子，他肯定要动一下了。还是越两个。好，平常再看。直接开大，要吃的。那什么闪呢？什么闪？什么闪？还是得交闪，被他 Q 减速了。寒冰6级了，追不了。狡猾的酒桶预判我呢，酒桶是一闪过来的，
12分钟下路一场炸了，这把有点劣势的。这伤害不够吧？这狗熊来了，中路多少波呀？不知道多少波，无数波，永远在。团长哪跟得了，团长就一个烂 Q。 这边人不在，到底打完不到，要不赶时间下一把，还打不打了 ？ADC 挂机了一样，他搁那下路站了2分钟没动过呀，孩子。嗯，炸了没事，但是好像心态被说崩了。咋打呀，永远少人辅助，我觉得没啥问题， ADC 太怵了。那辅助至少他能来嘛，是不是？打不打得过咱不论，他至少能来，是不是？能配合抓人已经很不错了。这就浪费20分钟了，人直接被炸飞了，都太肉了。这还是个聪明的狗熊，拉扯流狗熊，我的天哪！点一下吧，折磨没有意义。对面辅助觉得是辅助的问题吗？啊，可是没有机会啊，孩子，你这装备他站着给你炸，你炸不死他呀。不点纯害人呐、啊！船长说试一下，怎么试呀？搁这一直浪费时间，先烦死了。我赶时间呐、啊！啊！咋事嘛？要回放看一下吗？还是说不用看了，我们抓紧下一把？给团长点个赞。
虽然他在塔下炫橘子有点害我啊，但是他这个心态非常好，给他的心态点个赞。被泰坦压身位了，不敢往前走 ，A 了个小兵，经验，勾空了。点信号要打，直接一踹到了泰坦，其实压一波血线没问题。卢锡安好像一级打不过寒冰吗？我不太懂下路，好像是 AD 爆了。纯这一波开对线，他被寒冰拉麻了，好像打不过是吗？啊，那就是卢锡安战斗力太弱了。AQ， 看这个时候可玩，你要么直接回头 A， 要么你就不 A， 你想回头 A 没 A 到，被对面拉扯了呀，对吧？吃钩了。辅助应该顶一下吗？然后又是什么情况？吃药把血量回上来了，等于是被拉扯掉了点血。这波还没有输嘛，对面辅助血量也不是很好。泰坦带的治疗术，抢三级直接踹上去了，没打到，其实也还好，对吧？跟 AD 再换点血，后续呢？其实掉的血也不多，还有药，吃药完全还是能打的。其实这个时候他们下路血量是领先的，被抓了吗？不对啊，九总在抓我呀、啊！等我漏掉了什么细节？这个时候他们是小优，血量上来说的话，快被打断了，两个 Q 打上去。这不是零杠零吗？这也没炸、啊。这不被越了吗？其实对线你说最多也就小劣势嘛，你被越塔了这是没办法。越塔了吗？其实你说对线也没有太烂，这不被越了肯定打不过了呀，怎么会吵得这么厉害？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